的人生助跑员富达保险经纪人。保险经纪公司广告大打温情牌，然而桃园分处保险员竟联手保护跟多位中医师诈保破千万。上节目展专业，美女中医师粉丝无数，不料却因为参与诈保遭刑事局逮捕。警方调查，保金公司桃园分处的谢姓总经理因为缺业绩，竟与五名职员合作，联合十一位保护到桃园两家特定中医诊所假就医狂过卡，不只要骗就医次数，就连领到的药品都遭医师调包换成电商平台上较昂贵的3C 产品或是保健食品。而十一人五年诈保破千万，共有九间保险公司受害。无法去查这个事故，保险公司在清查保单的时候发现在特定地区有特定的中医有保大量类似的保险，只是十一名保护挫伤理由几乎都是洗浴缸意外摔伤，实在太过巧合，终于东窗事发。我们院长在看诊，我们目前还没搞清楚状况，我没有办法给你回应。但两间诊所依旧正常营业，所内人员都闭口不谈，三方诈保想搞三赢，不料聪明反被聪明误，理由这么多却都选同一个，诡计被识破只是早晚。这里请一彩专程报道。